站在那边看向中间的媒体朋友，谢谢。帮我们看向左边的媒体朋友。对呀、啊，我觉得能够入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被肯定。我们五位都是最佳女主角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一起的。靠近一点，好，好，看向左边的媒体朋友。对呀、啊，我觉得能够入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被肯定。我们五位都是最佳女主角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一起的。这一次可以出席金马奖是对整个团队的一个肯定。我觉得就很像一个梦想，我真的很荣幸，然后觉得自己真太幸运了。分别然后他就讲，我们都是最优秀的，我们能入围都是最棒的，然后我就觉得很轻松。哎，现在感觉就是像喜欢的东西更加触碰了，近了一点点的感觉，开心跟荣幸。吴老师帮我们站在那边看向中间的媒体朋友，谢谢。来左边，帮我们看向左边的媒体朋友。在大概两个月前，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自己入围的时候就开始减肥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早就开始减肥。对对对，然后等入围的时候就正式减肥，进入正式减肥。对，然后直到可以把自己塞进那个礼服里。塞进去了吗？塞进去了，所以明天可以看。既然颜值都那么高，就任何一位都很好。这样子媒体朋友比较难下笔啊，这个选一位。没有啊，就写我贪心就可以。好，香妮想要跟五位合体，希望明天开出五蛋黄。哎，秉彤的换你呢？嗯，我觉得都想要。今年我们的尊影后胃口蛮好的。五位哥哥没有想要挑一个吗？嗯，我觉得他们都很厉害，所以都想要合照。好吧，希望明天开出五蛋黄。小芬姐你呢？好像这样觉得，因为每一位都非常的优秀，颜值都非常高。是，不过好像怎么讲，我比较熟悉的阮经天哈，因为我们之前有一集合作过，拍过很多最近拍过一个照片，是我觉得我们两个好像也蛮登对的。 小芬姐不要听错，我是说我们在拍照片的时候非常的和谐，很好。胡云老师，你胡云老师正在想。我是远道而来的客人，是，当然希望跟每位都拍一下最好。那是当然，那是当然，我们一定安排。是是是，那选一你呢？你是不是不享受到一个不惊喜的答案？没有，是媒体朋友们，就是目前还没有一个好下笔的答案啊。我是觉得五个都好，因为五个我刚刚看到真人都很高，然后我在旁边就会变得很小只，那就很好。我觉得五个都很荣幸，可以选一个拍照也不行啊？选一个拍照的话呢？行，我放在心里。哦，好好好，我们。